广场，所以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请你们再往后退五步，因为我们的阵头要进来了，真的要再麻烦你们，麻烦大家，感谢大家的乘坐，谢谢大家。谢谢，在这边来感谢玉子慈民宫地文会来到龙源宫庙城广场前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在此龙源宫主任。